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 Master 对局精解。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邹俊杰五段，邹老师您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盘棋呢，是由陈耀烨，网名是龙胆，他执黑对战 Master 的一盘棋局。好，我们直接来进入棋局。对，陈耀烨，用这个龙胆的网名，我印象中用了很长时间了啊。对。其实陈耀烨的棋风是非常均衡的啊，跟我觉得他跟 Master 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，因为很多棋手都是比较力战型的啊，都是跟 Master 比计算啊，比力量啊。但陈耀烨本身就是一个均衡型的棋手，他好像比较爱好实地，是吧？对，然后他整体来讲，他是那种后半盘比较强的。他不是那种像十月啊，或者是那些比较好战的连笑那些比较力战型的棋手的。陈耀烨的风格比较温和，相对比较温和啊，仅仅只是相对。只是相对，啊，现在年轻棋手一般对，都是偏好战斗一点啊。开始这个局部倒差不多。这是正常定型哎，吗？对，这是人类流行的下法大吃，然后把这个给吃掉。哎，这张先手以后把这个好点给占住。黑棋立即就安定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个配置的话，你觉得这个子还可以吗？这个间距。差不多吧，正常，我就觉是这个局部还正常，两分，对，对我吧？个人是觉得是正常的一个局面。就是这边说实话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下法。反正实战的陈耀烨的定型，我个人是不太满意的。这个也不见得有单飞好，就是拖连扳的交换嘛。就是这个定型，因为下手棋啊，黑白棋点这个黑的很难受啊，点这个。压完以后，你可以看，你如果要粘上的话，它一粘，你这局部就不活了，对吧？这一不活呢，你就要一个人很无聊的这个单关的去逃跑，啊，价值不明显。但是你实战它打拔了定型，那打拔了定型，你像留这个切断，黑棋这个地方的安定啊，获利的太小了啊，我觉得早知如此的话，这个拖连扳有单飞好嘛，不见得有单飞好。就不拖连扳，直接二路飞。就是连拖都不用拖，直接二路飞是吧？对，拿掉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可以。我觉得不一定有这个好。这样，反正你如果你还是点，我就算挡住，这样至少外头没有断点啊。这实战这个定型，我觉得是不太满意的。留着一个外头留着一个断点的一个下成这样的一个，实际上等于下成这样一个棋，就只有打拔，所以这个局部，我觉得黑棋是亏了，就六目棋，目数很少，这白来一个断点，还不如飞呢。好，然后这时候白棋到这边，靠上。这也是很大的一手，对，这也很大。靠，然后退。继续的压缩这个黑棋，那白棋跑一下长跑的出来。很麻辣，他就跑一下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先打出来这儿，他就便宜目数了，对吧？以后这个扳，他就便宜他目。现在不肯打吃到这儿是吧？对，因你为打出借用太多，他对接吗？着走，你要再挡，那他那边就有二路有借用了，所以他就是考验你一下。所以他这个棋是不是下的还挺细腻的？先试一下应对，手。你这样你的目数就被便宜去了，然后白棋再回到上面打，白棋搬上面，就这个忍耐，这大差不多，这个挂角。挂角上方的弯黑棋，藏起来，遭到白棋这个尖顶的跳，你可以看到这几步棋，也可以看到 master 的这个对实地的一个喜好。然后他们立即就打入进去，通过弃子
然后巩固他的脚地啊，搬砖。捞了好大一个角，啊，这个对，啊，本白来你棋。看就是一个心位跟边的一个间隔，突然间这个棋就把这么大一块空给起住了啊，不知道这个黑棋有没有更好的下法，反正能下成这样的话，我觉得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啊，因为这边的结构其实无非就是，你可以看这个跟这个结构差不多，对吧？跟这结构差不多，但是这个结构你可以看黑棋有点重复了，太重复了。所以上边黑棋该怎么下还，值得探讨。反正就是这个下成这个定型，我是觉得，白棋是还行。就整个这一片，感觉这条边黑棋就得了那么一点点空，这个被白棋捞的有点多了。对。白棋是把这个给断掉，冲击一下。飞一来就跳，然后走这个，对，大跳，白棋把那个断。棋断，你看两个人就下来，就是跟前几盘讲的就不太一样，他就是说这两个人就是一个铺地板的棋都在马控是吧？啊，对，没有明显的很激烈的战斗啊，这个棋就对这个棋手的这个形势判断要求是非常高的。其实它机器来讲的话，它判断应该是它的强项，对，判断是瞬这样。间就能判断得特别清楚。对，而且毕竟这个比赛对人类来讲，它是个快棋嘛，陈阳燕的对陈阳燕的判断水平能力要求更高啊。这个靠断是刚刚走下留下了一个后续手段，你要从这头吃，再从这头打，所以白棋当然没办法，只能是走这个黑棋，顺势把这个地给打穿掉。白棋提。对，看起来。黑棋是打穿掉了白棋，但实际上呢，白棋损失十几目棋嘛，然后白棋获得先手，所以整体来讲还是平衡的。这步尖冲确实是好棋，这个尖冲啊，这个尖冲确实是好棋。你看，你本身这个地方啊，你第一感觉要掉的话是应该是走这儿，对吧？你那么黑棋黑棋在这守一个，儿啊，那你再点它肯定给你冲断了。你就对，点不着了，所以他要求先走，你走，他再跳，这样你再尖的时候或者长的时候，他等于这个地方，比如说你刚刚这一期长一个，对吧？等于这个时候你被刺了一下，对，对就不相当于是被刺到了。对？对，本来你这时候你俩刺了着，这时候他肯定把你冲断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白棋在这一带的次序是下得很巧妙的。那这个尖冲黑棋有没有一些反击手段呢？不好反击啊，因为你看白棋这块太厚了，太厚了。对你出来他就先把你空破了，跑一块棋你好像也抓不住，是吧？这就是白棋，你看他出手的时候他都有准备所以这个次序是非常精的。妙的。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巧妙，先走这个再跳，再跳回来，下得很精彩。对，这个非常精彩。尖，然后顶住。尖遭了，白棋靠着点三三也是，非常漂亮的一手。这当点。时可能陈阳燕是被弄的是很难受的，在一挤，这个没办法了，打吃，接上。然后防住，但是上方可以说是一个苦肉计的一个防守，白棋顺势拔掉，拔掉以后他留着一个什么呢？留着一个定时炸弹，对吧？你这个地方是靠劫撑住的，是一个炸弹。那棋就上方明显是被白棋现在便宜了，白棋就开始跟他打劫了，利他是要照劫财啊，利的，但是我是觉得这步棋其实有一定的问题，不如直接走就行了，这边没有什么问题，干嘛要利这个？这时候其实黑棋已经很不好下了，因为那边有个定时炸弹，你自己补呢效率很低，但是白棋就一个个的走，你随时得防着那地方那个炸弹是黑棋是不能输的。所以他不没有必要去立这个，实际上，这时候 master 选择立一个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啊？对，你看他黑棋提的时候，白棋还是走这就个，飞起来那了。你不如直接走这个，你直接走黑棋提，你不可能立会立一个吗？啊，对你走别对。的都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计算机还是有失误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还是有它的失误在里头，然后黑棋把这个花给拔掉，对，
白棋走在这里，只不过他就是说他失误更少，他一些小失误，那不像下快棋的时候人类会有大的失误。那白棋就顺势把黑棋撵回家，但撵回家你看他，你这几步棋全是单关啊，毫无目数啊，白棋全控制外围。当他走，白棋花了两手棋，应该说三手棋，在这儿得到了很多吗？啊，这控制了中央啊，他这手棋始终有价值嗯，啊，这种棋是。但是他花了三手棋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你那边没啥东西啊。这边其实拔了这两个花也没什么了不对，起，是吧？白棋太厚了，你那些吃那四个子都是干木。放在这儿。断就是考验一下白棋吃，没什么大用这段。长。一人补一个，这棋就打劫，可以说这已经进入收官了。白棋把那这个就长，收官了啊！对，这盘棋真的是比较平稳，对，没有太激烈的战斗的一盘棋，可以黑加。棋加，这效果也没什么。但是这棋说是下热的时候，其实棋局已经基本结束了，这没什么下了，因为你看看白棋的控是点得很清楚，黑棋的控也点得很清楚，双方没有任何弱棋，就剩收官了。那么你看看这个目数差点目距呢？是非常大的，我觉得这个白棋这一块棋，这块至少有30目，45以上吧。白棋就怎么点，我觉得就是65是铁的，这个地方还有点潜力，65是至少的。而黑棋上方这块棋10。大概48、9的样子，这55、65，就黑棋就是65左右，白棋也65。就是盘面平控，盘面平控好像还不止点，我觉得白棋还厚一点。白棋这个地方有潜力，这还有点，就不管怎么说，这棋下到这样的话，黑棋要想赢已经很困难了。你得贴目啊，你这个得盘面七八目才赢嘛，对吧？现在这个棋的客观上来讲，应该是盘面胜负的一个棋。可能盘面如果说黑棋不贴目的话，我个人认为还是白棋稍好一点点所以还是这边下完就不好了。那我觉得就两个地方，其实一上来就亏了，还有上面这个master 下的太精彩。那边一局就确立了胜势。就是这盘棋主要还是陈耀烨一开始这个脚步走亏了，对，亏完之后呢，然后上面这个 master 这个攻对防啊对下得太好了，对对对，对，这打劫转换是不是？打劫转换怎么样呢？邹老师觉得？转换完我觉得也是白棋明显好，当然这个利肯定是个有问题的手啊，我觉得，但是就是说他错的地方他是小问题，他没有亏多少，对吧？你黑棋，人类错的地方经常亏很多。他这步棋肯定是应该直接飞，要比利好的。好，那这盘棋呢，最后是白棋胜了5目半，对，也确实是现在盘面平控，可能就这样保持到最后差不对多了。对对，好，那这盘棋呢，我们就给大家摆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再见。